起来吧，祖国义勇的孩子们，斗争的时候来到了。我们的面前，凶恶的暴君，血腥的旗帜举起来了，血腥的旗帜举起来了。残暴的兵士发出了号角，在田野里疯狂咆哮。他们来到你们的家，残杀你们的妻子和儿女，武装起来同胞们，再见我的老师匡文涛先生。聂耳啊，唱得好，很有战斗气。